can, together we can. 因为我想想要就是让功课比较快写完，这样就可以比较早上床，比较早上床就可以就会比较早起。嗯，一天几乎都看两个小时。哇，自己一天只能看半小时的电视。之内把缺点改变的话，就可以把让贴到挑战成功。笑一笑，微笑再发，又怎样？干脆改变。我这台气头大声唱 ，I'm easy, I'm easy, yeah, 心情很 easy。我发现要改变自己的缺点不会很难，只要去认真做就很难解决。